哎，俊俊，能给我远点吗？求你了。田开义，哎，帮我还给莎莎。你拿着吧。这不是莎莎的吗？我买下来了，给你选的那个你不喜欢，这个你穿着正合适，就当做是入职礼物。我平时不会穿这种裙子的，谢谢你好意了。路上注意安全啊。 哎，俊俊，我听阿姨这么叫你，俊俊应该是你的小名吧？我也会也这么叫你。姐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，我考了全班第一名，姐，你看看。哦，对，我们今天学校去了野生动物园。 场景鹿特别特别高，我妈还发现了一种特别可爱的动物，叫虎蟒。是不是特别可爱？星星眨着眼，月儿花纹好，会心托。有话直说，说到做到，这就是我的人呐！哼哼哈嘿，快使用双截棍！我想做一名医生，然后发明一种药物，这个药物是可以让人停止争吵，而且人吃了这个药之后。 就会非常快乐，非常幸福，很热爱这个世界。怎么了？灵魂出窍了？哎，君君，能给我远点吗？求你了。对不起，何顿。 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情？如果是因为人与人安全距离是一点二米，如果你一旦超越了的话，我会觉得你在威胁我。我没有感受到威胁。可我感觉到了，我觉得你在威胁我。钱开义，能不能不要再刺探我的生活了？不要再替我做主了，可以吗？往后退，不对，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情了？我做错事情，你告诉我，向你道歉。 跟我没关系，是我的问题。这是你的弟弟，他叫贺俊。 Thank you.